放眼世界各地的食材，尽收在 Empty Spoon 的食材王国里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位于班大乌大的一间饭馆里，这位是一位马来屋主，他选用了我们的 Barber Sahama 和大 Embrado 作为他的地面设计。大家跟着我走，等一下我就带你们去看看大 Embrado 跟 Sahama 怎么结合出非常漂亮的地上。跟着我走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间家我们是采用大 Embrado 跟 Sahama 作为它的地面设计。大家可以清楚看得到，我们地上现在已经安装完成。安装完成后，我们将会采用 Marble Roof 去补缝，补缝后再采用打磨的技术把它整个地上弄平。弄平后，我们再下一波漆跟最后的打亮，我们过后就可以把这间家还回给屋主了。Let's go.